科研团队的陈美娥，我住新庄。那非常感恩杰斯公司的老板哈，有这么一个细胞优化的商品呢，从此让我生命改变了。我原本是一个甲状腺的病人，开刀之后呢，因为他的药物的伤害，让我骨质分离流失，他当时非常的害怕，免疫系统下降，所以购物场所不敢去，就被迫就退休了哈。那退休当了10年的义工，那为了健康去学气功，我想